比那个手会往下滑，出不然了，后那呢，手对，他就快。这样，最习惯的动作就是写着写着，啪啪甩甩，然后再接着写，然后再甩再写，写到凌晨2、3点以后呢，基本有时候写到3、4点，然后睡觉。早晨起来我去洗手间的时候，可能4、5点钟的时候路过我爸的房间，然后看到他的房间亮着灯，我就会进去看看。我爸已经又起来靠在床上写了，写到他上班，那你每睡天觉这了样。吗？睡得很少。你每天睡几个小时啊？写的时候，你像舞者，是从1月份写到5月份写完的，那么有50万字嘛，所以每天就睡4个小时左右吧。你够吗？不够啊，要不会显得更年轻。你这么多年就一直用笔写啊？因为我电脑不会，我会上电脑。这就是当领导，只有当领导都不会用电脑。对，我就打字特别慢。后来我们那个同事就给我弄了一个手写板的，还给我弄了一个语音的，就你可以说那么你写，你至少你抄可以吗？你就可以念嘛。后来我们那个同事呢，可能是一个上海人，他就用那个有点近似于上海话呢，给我录入了好几遍啊。然后我用字正腔圆的北京话说的时候，他不对的，反应的不对的，他就是记忆了那个上海腔的那个普通话了。后来我这也是感觉到，就是周围哪有声响，它就会有字出来，我还得给消掉啊，特别慢。我记得我那个就是录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的第一页，我就录了5个小时，我下决心我一定要自己把它录完，就是这个写完用语音来写完5个小时第一页。后来天我就觉得不适合，我放弃了，你现在还是用手写？还是用手写。哇，那你这么多年写了得几百万字啊！我现在手稿都因为已经不太保留，我现在保留的手稿还有1000多万字的手稿。天哪，那你这得有个特别大的一个茧吧？现在因为有哇！1年多没写了嘛，所以，哎，现在没有什么人这边是有老茧的对了，对已经。对，有1年多没写了，已经下去多了。对，而且写的时候，你看现在是就是大家能看见，就是鼓出这么一个包来。对，写的时候，其实它那个包是到这个地儿的，要增厚1厘米。然后天你摸上去，完全里边感觉是水的那种的。真行，可是这样用手写是很麻烦的，就你改了改起这。来呀，特别麻烦啊！这个改的花里胡哨的。出版社给你听打的人也会很崩溃。我自己找人打。我自己找人就给我录入，他能看清我这个一些记号，这个话引到那去，那个话引到那去，这是接下一页的，他会看清，哇，你真行，可是你每天就睡4个小时，那你困了怎么办呢？你要上班的时候困，给人那个做报告的时候困了怎么办？我还好，因为我上班的时候就比较忙碌，就不会这种或者瞌睡，哦，当作家是很辛苦的事儿。有一次我们公司开董事会，那我写舞者写到夜里晚凌晨5点钟，9点钟开董事会，我是7点钟离开的家，这样就睡了1个多小时。然后呢，我先看一些文件嘛，看把材料熟悉一下。进那个会议室的时候，我们那个外地来的很多董事就说：“哇，董事长，你这个气色这么好啊！”你 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是不是得了肺结核了？有潮红了？不，你气色就是挺好的，是吧？你真没有保养的秘诀吗？平常，我真是没有，天生丽质嘛。哎，他精力真是挺旺盛的，我觉得这真是。有没有一些化妆品公司让我代言啊？就因为你太励志，没办法，他们不需要。嗯。不过写东西就是很辛苦的一件事。对，确实是挺累的啊。你真是就是整天，因为我给你算了算，他们说你这10年差不多创作的那个字加起来得有八百万字吧？我平均每年发表的字数是在80到90万字之间，平均每年。平均每年。然后连续11年，没有中断过。也就是说，你每天要写几千字？对，每天要写5、6千字以上，因为现在也有媒体讲我现在是算用汉字写小说的人当中，这个。在这10年来，从现在往前推10年，是全球作家当中平均每年出版字数最多的作家，啊，那么同时我又是一个业余的作家，又是一个不会电脑的作家，所以比较流行的说法就是我后边有一个庞大的创作团队，
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有人替我写。还有这种好事呢？啊，当时舞者这个小说还没有出版之前呢，网上就有一个帖子叫中国文坛最大丑闻，啊，就是说海岩的小说呢都是抄出来的。是怎么抄的？因为我曾经跟别人说呢，我是用手写的，我不是用电脑写的，所以有证据证明我的所有的手稿都在这儿。那他这个帖子就说呢，海岩呢是一个很仗义的人，他有一个庞大的创作团队，他把他的所有的稿酬都分给了这些人，他一分钱不要的，他只要名。然后呢，为了怕别人说他呢，这个不是自己写的呢，他就找了一个人呢，模仿了我的笔记，然后去把所有的小说呀，这上千万字的小说抄出来了，而且抄得乱七八糟，像草稿似的。那么我当时呢，就跟这个媒体说呢，我说你说《玉观音》是他写的。是他们写的，永不瞑目是他们，这都算了。我说他第一次在一个小说还没有出版之前，还有20天出版，当时还没有出版之前，你就说是你们一帮人写的。那么我说这个呢就好办，我说你们谁站出来说一说这个小说是写什么的，写什么内容的，20天时间你们有权利来说。结果没有人说。哎，你不要管别人怎么说。这个现在是这个网络是这样的啊，当听到一个绝大多数人当听到一个漏洞百出的丑闻时，大家第一反应是相信的。当听到一个非常严密的说你好的情况下，大家第一反应是怀疑的。现在这个时代是这样的。其实听过就过去了，该看你的书还看，该看你的剧还看。你以为没别人整天琢磨这种事儿？不会，所以根本就不用在意。对，你是一个心胸开阔的人呢，但有很多人就说，你看海岩闹了半天，他也是假的。十年警察魔力，金牌编剧也曾街头站岗。但交警很辛苦，刮风下雨的，你碰到了？对，我碰到过，有一次刮7-8级的大风，我就没见过北京还有那样的风，没见过。然后满街就没有人了，只有我一个人抱着个树在那站着。你为什么抱着树站着呀？在那风吹着你走，老师。享誉京城的商业巨头吕总竟是节约王。我是非常节约的一个人。你那么有钱还那么节约？对，我印象中是从来我爸没有逛过街。从来没有给自己买过衣服。我所有的一身上下我没有自己买过。那你今天穿的是谁给你买的？都是别人送的。海岩父子同上阵，亲爸也有烦恼。他是一个最憎恨钱的人。谁憎恨？谁会憎恨钱？他最憎恨钱的，只要钱到他身上，他要坚决的、迅速的花出去。啊，是这个事。真的吗？对。鲁豫有约，明日精彩继续。